消息来袭，盛大活动2023超级818汽车狂欢夜即将在8月18号晚8点燃情开启。周深将演唱两首歌曲，分别是《铃芽之旅》和《人世》，又是压轴舞台。所以小伙伴们别忘了准时锁定8月18号晚8点，一起期待周深的新舞台。昨天的视频说，周深可能在演唱会和818晚会之前直播演唱，以回馈粉丝。相信很多的粉丝都在苦苦等待。没有想到的是，截至17号晚24点仍然没有动静。就在小编以为周深因为演唱会排练太忙来不及直播的时候，18号凌晨1点左右，周深突然微博发文，并上传了清唱《若思念便思念》的视频。周深微博发文说，我来啦，刚结束，人若思念便思念，终会相见。中周深还穿着彩排时的天使翅膀的衣服，不难看出周深演唱会彩排忙到深夜，刚结束就匆匆录制了清唱视频，只是为了答应粉丝的事和不让粉丝失望。这样对待粉丝的艺人真的不多。周深自己准备演唱会彩排到凌晨，还要安慰去不了现场的深迷们，尽管排练完一天很累很困了，也很晚了，为了昨天的承诺，即便已经过了期限也还是上来兑现。这是什么神仙大宝贝呀，已经被他满满的治愈了。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，你的手我半生再见，请带我去明天。如果说你成你的愿，愿不
你是岁月长河星火燃起的天空，我是仰望着就把你唱成歌，你是我之所来，也是我心之所归。如今华语乐坛一定有一位男歌手的位置，那就是周深。周深出道9年时间里，给无数歌迷带来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。一直期待周深二专的粉丝们，时不时就催促周深赶快带着二专与粉丝见面。今年在某个采访里，周深透露今年一定带着二专与歌迷见面。周深一直是一位非常有音乐态度的歌手，对第二张专辑一直在细细打磨雕琢，他想带着更好的音乐作品与歌迷相见，也不想辜负粉丝朋友们对他的喜爱。不过正当大家都在期待他今年带来他的第二张专辑时，竟然被演唱会给弯道超车。2023年8月19号，北京凯迪拉克中心深深感谢你演唱会，感谢专场在无过多的预热和宣传的情况下横空出世，打了很多歌迷措手不及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票了。今年歌手扎堆开演唱会，很多歌手演唱会的宣传铺天盖地，而周深就在这种情况下无过多的演唱会宣传及预热，依然做到了一票难求，足以证明他的音乐有多么的备受关注，他的现场有多么的吸引人。甚至有粉丝开玩笑地说，演唱会弯道超车可以，但是你车上好歹留个座啊。在这种快节奏的时代里，周深一直踏实地做音乐，不断地带来优秀的作品回馈给歌迷，也希望周深演唱会顺利，更期待他今年的专辑。情愫生根。